就是、对于有享受到鱼水之欢的人。其实我因为我不知道女生被进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因为毕竟我的器官现在是从原本男生的龟头把它变成女生的阴蒂的位置，对，然后我尝试过就是自己在用手指去玩弄自己阴蒂的时候，它其实我现在还是可以射精的、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被切掉是没有办法射精的，但是我现在的高潮它是从尿道流出来，它是透明的精液，因为以前有睾丸在的时候，对，然后就是会喷出白色的嘛，然后会有味道嘛，那现在流出来的液体呢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就是因为荷尔蒙拿掉，就是比如说因为我睾丸是产生男性荷尔蒙，那女生的女性荷尔蒙是来自于子宫卵巢那边，对，那我就是已经取掉睾丸的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荷尔蒙，因为我必须要一辈子吃女性荷尔蒙，不然身体没有荷尔蒙的话你知道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吗？很容易撞一下然后就骨折了，对，因为身体如果没有那个雌激素啊，或者是雄性荷尔蒙的话，它其实补充的钙是没有办法留住的。就算我今天吃了再怎么多的补钙的保健食品，也是，就切掉之后呢，只会就是我等于说我现在是一个完全无性荷尔蒙的人，我现在就有点像更年期一样，完全不会有任何那个荷尔蒙，所以我一定要吃女性荷尔蒙去维持，因为如果没有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老得非常快，是哦、对，就是提早进入更年期，然后皮肤会瞬间老化。这个你有跟那个郑嘉纯李白妹开会吗？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吗？有，对，因为他之前出过，我就是看到他的、啊，我就看到他出了那一款，感觉说哦很厉害，然后我又受邀去上他的。下面的照片有给他看吗？我们还在更衣室，当天节目的更衣室，我直接进去，然后他也在里面。他说：“哎，你不是想要看我下面吗？”然后他那时候节目下播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就是，比如说他是一面镜子，我就这样脚打开，然后这样脚撑开给他看，然后他也给我看他下面。我们有互看，因为我想要说，哦，他的真的是很厉害，他的哪里厉害？他的就是很美，很漂亮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下面真的是。因为我看过很多 A 片，然后我有很多女生朋友，我看过他们下面没有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所以是你看过最他算是我看过最厉害目前第一名哦，第一名的女生。